原标题1949年毛主席曾考虑这五个城市作为首都，首选不是北京，而是此地。1949年初期，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，特别是渡江战役的胜利，南京的解放，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定。随后蒋介石的部队陆陆续续开始撤退到台湾，而此时的毛主席心中早已有了建立新中国的想法，只是还有一个问题心里一直没考虑好，那就是新中国定都在哪里。毛主席现在大家都知道新中国的首都是北京，但最开始毛主席选的首都理想之地并不是北京，而是哈尔滨。为什么会选择哈尔滨呢？毛主席当时有自己的打算。哈尔滨当时是中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，也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所在地，而且哈尔滨位置上距离苏联比较近，当时和苏联的关系还不错，可以得到苏联的援助，所以毛主席看中哈尔滨，而且想以后在这里宣布新中国的成立。蒋介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国内的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蒋介石一败涂地，解放军迅速占领了许多别的大城市，特别是三大战役之后，全国大部分地方已经在共产党的掌控之下了，这其中就包括北平。所以毛主席选择首都地地点又发生了变化，哈尔滨已经不是在首选了，但是具体在哪个城市，毛主席还是默下决定。解放前的哈尔滨，1949年3月份，一些民主人士陆陆续续的来了北平，其中就包括王稼祥和夫人朱重利。王稼祥的到来让毛主席很开心，他正好想和王稼祥商量一下定都地点的事情。毛主席说，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，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？虽然中央也有考虑，但是具体还没定下来。王稼祥听后说，是不是在北平？毛主席说，中国古代很多朝代都把都城放在了南京、西安、开封和洛阳，谈谈你选择北京的理由。王稼祥说，南京首先应该被否定，虽然南京是现在国民党的首都，自古也是虎踞龙盘之地，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可以看到，凡是在南京定都的王朝都是短命的。虽然有点迷信，但是从地理位置上看，南京也不合适做首都，因为距离沿海太近。南京解放再说西安，现在已经不是汉唐时期了，西安位置显得有点太偏了。中国以后的经济中心是在沿海，所以西安不合适。至于开封和洛阳，由于在黄安沿岸，水患严重，交通也不算发达。另外，中原地区的经济也落后，已经失去了作为首都地可能。王稼祥说，我认为首都地最佳地点是在北平，一方面地理位置优越，靠近苏联和外蒙，短期内没有战争的威胁，而且扼守东北和关宁的咽喉地带，战略位置很重要。另一方面，北平曾是明清两代500年的首都，心里上百姓也乐于接受。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说完后，毛主席说，你的分析正合我意，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。最终大家也都知道了，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对全世界宣布新中国成立，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